动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它就没有脚，它就没有脚。它刚刚有动，你看，它就没脚咩？它会动，你不要开玩笑。但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。它走好快哦，他们正常要动。哪个是球球？球球雷跟它会动，不然你自己看，你看，你看。球球雷会动吗？你看，哦，这是球球雷，他们把它分类分好了。我们在等午餐。没有，是死的活的。你看这只为什么？就是小巨雷跟寄居蟹。哦，耶！哎，刚才没有那么活泼哎，为什么现在全部跑？我在水里。哦，他们现在全部跑出来了。这两只还是活的。对啊。你看，姐姐，你看它动了。小巨雷动很慢呢。你看它动了，动了。你看，应该是你要像它这样爬才正常的吧？如果是寄居蟹的话。你看，你看，它动，它动了它。跟大家讲，我们现在在一个我们也不是很清楚的地方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反正就是我们早上报名了一个当地一个体验的行程，就是去，我到现在还分不清楚我们去看嘛，去采蚵还是去捞那个蚬，好，都有，反正都有。然后这是老板的家，然后我们在这里。哦，他这边蛮特别的啦，就是他当地的一些人会去收一些案子，那给在地的人去分配，然后去体验。啊，刚才老板又离开了，他说他要再去采了，就问我们要不要去，我们真不想再去了，因为好累哦。刚才采了快一个多小时或两个小时，那现在老板娘在帮我们煮，很酷。两个已经玩了半个小时了吧？它好玩吗？它不会动啊！它刚刚有动啦，它就是他们在分类，借我看一下。它会动啊！那就像我刚刚说，它有脚啊，它动。但它没有脚，它有那像这么快，它就是在那边晃。不要这样子，让它躲起来。躲吧，慢慢躲吧，躲。但是对，不过他们现在不怕了。被关习惯了。被关习惯了。天天它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有人出来啦，小巨雷出来了。它动了。可是没有脚。你怎么没小巨雷出来？它就是比较不会动。我看看。它会动，它会动嘛。但它，你知道它会动啊，但是它没办法动那么快啊。假死！干嘛？这声音好清脆，好像在敲锣打鼓那样，没有？超清脆的。对啊。你看。我看看。这只好酷哦！我放一只在你大声，很像穿高跟鞋。对啊，你看，我放一只在你脚下。这边就可以了，这边就好了，这边就好了，谢谢。对，谢谢。放我手上。很痒吗？还好，没有很痒，还好。老板，谢谢。不会。啊，掉，我的那个是掉在那边了。哇，太贼超了吧？还好，没什么力啊。很多吗？啊，我们要怎样准备吃东西？姐姐，我掉一只在那边，等我一下我洗。来，你们等一下去洗个手。你还想要玩，可是我们要吃东西嘞。我们今天午餐很丰盛嘞。我的天哪，你太高级了吧！老板多放很多哎。不是我们老板，不像太好了吧？没有菜包粉哎。没有菜包粉。你养这只，我养这只。好了，我们要吃东西了，要借我放一下。
谢谢谢谢谢谢，来吧，我们来吃东西。姐姐来，我们来吃东西了。洗个头。快把那一锅都吃完哦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尽力。对对对对对，刚刚消耗的体力，现在可以把它补回来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手指会动。一直看它都会动。满满的一锅，里面有我们自己包的，吃完我也不晓得。吃完这个回去我就拼第三个羹。哇，天哪，太高级了！有满满的营养。对啊，你有听到吗？咸，还有那个啊，哦，还有菜包粉。这个都不是我们挖的啦。我们早上没有去挖面线吧？应该没有吧？我们挖的啦。很棒哎。有人呢、啊，在还没来金门前跟我说，欸、金门跟澎湖不一样啊，玩水的有一些东西可能比较少，有点比较私密一点。这边可是经过这几天玩后，其实金门我也觉得很好玩。我们应该是去哪里都好玩吧，很少去不好玩。有没有去过觉得不好玩的地方？不好讲，不好讲，对，不好讲。好啦，那今天我们第一次捞蚬金。你看你走大河哦。就在金门。加蛋，帮我们加料吧。对啊，那有老板现在又去采十颗。这个应该吃十颗会吃到怕。他们应该不会想吃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结束啦。哎，结尾。好，等一下。要不要吃一下再讲？好，吃一下讲。要睡，感觉睡着了。阿佑可以来吃了吧？不要，阿佑还在玩。你看下面我们的桌子。有沙，有沙，听到沙对不对？其实你们可以不用挤在这边吃。不会啊，挤在这边吃很热闹啊。那只胖妹妹，那只牛，那只牛。你没听老板说他今天心情不好？因为旁边一直有一只牛的声音，然后老板就跟我们讲说。因为牛的小孩被卖掉，所以他就有点难过。对，在找，对。根本就不可能找到。阿佑可以吃东西了吗？我们来吃东西好不好？这我们真的吃不完，太多，很热情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录到这咯，拜。